外星人嘛，什么都不怕。我问你，你最怕是什么？榴莲。太好了，我是卖榴莲的。哈哈哈哈哈！今天我们来这里是来干什么的呢？我们是来拍榴莲的。哇，大家看到，很多人很热烈支持我们自星人的户外活动。这个非常开心的星期六，谢谢今天到场这么多人来到现场支持我们。公司啊，已经阔别了很多很多年，没有拍类似外星人的题材，所以非常非常新鲜。记得哦，一定要继续支持知星人。